你为什么要发出狗的笑声？我想看，我想看。不错，你今天一百多了。他们是因为你长得很可爱，是怎么拍都可爱。还要拍照片。现在撒娇。现在要去找绯红女巫们了，他们在一个咖啡厅。看到了，看不到。嗨，好多，有一些是店家招待，真的好这么好。你有带桌游吗？哎，有的。嗨，我看到了，是有摄影机。上一间好吃，里面有包东西，我要疯了。你很夸张哎，好吃哎！你为什么要发出狗的笑声？我想看。不错，你今天一百多了。他们是因为你长得很可爱，是怎么拍都可爱。我其实在录影。好美哦！哇，真像一朵花。还要拍照片。现在撒娇。